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没错，我现在是在机场，刚刚办完值机，拿到那个登机牌，现在要去过安检。我们今天准备去西安，4天3夜的旅游，待会到登机口再跟大家说。现在准备进安检了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所有的那个登机旅客都要去扫一个健康码，而且这健康码呢是很复杂的，有两个健康码，一个个人健康码，还有一个14天之内到过任何城市的健康码，每个人都搞得莫名其妙的，耽误很久时间。我们现在要直接去坐就是地铁，然后到我们的酒店去了。这就是西安的地铁，第一次坐西安的地铁，我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在这边工作了半年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离开的原因呢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项目，往地上挖的时候呢，挖到就是古文物了，然后整个项目就停工了，全部被政府给征收了，就不能再开采，不能再开挖这个项目。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就停工，然后就离开了西安。那时候是2010年，距离今年已经有10年了，所以10年之后再来就地重游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西安有什么样的变化。我相信变化一定是很大。我们上地铁了，这地铁上面都没有人，因为我们坐的是早上第一班机到了西安，现在早上是8点钟。所以你看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也可能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出行的人很少。我们出地铁了，现在准备到酒店去办理入住。我们在去酒店的路上，酒店马上就到了，就在前面。甜的咸的都有是吧？哦，它的饼在里头烤，这是一个大的烤瓮，一个大烤炉。我买了10块钱7个这个烧饼，买了这个烧饼，这个小的烧饼，这个是梅干扣肉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这个很香，外面很酥，然后梅菜扣肉的味道非常浓，非常好吃，10块钱7个。值得来试一下，非常好。我现在吃的这个呢是榨菜瘦肉的，它有点辣，反正它烤的都很酥，
然后里面的馅料都味道都很重口味的，我很适合我。这个酥饼非常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现在吃的这个呢是香葱瘦肉的，吃了几个咸的呢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梅菜扣肉口味的，其他都还可以，也不错，但是最好的应该是梅菜扣肉的。那甜的呢也就一般般，甜的有花生口味的，还有芝麻口味的，那我觉得一般，我还是喜欢吃咸的。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小烧饼很好吃。我们刚刚从地铁出来，现在要去永兴坊，这一站呢是叫朝阳门，让大家看一下朝阳门在我前面。前面那地方呢就是朝阳门。喝完酒，这个摔碗酒呢是永兴坊的一特色，就是你喝完酒之后呢，可以把这个土碗呢给用力的摔破、摔碎，叫摔碗酒。我等下就要去品尝一下。前面就是摔碗酒了。今天可能是下雨，还有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人比较少。我准备来这边摔碗酒了。这摔碗酒呢，一碗是5块钱，我就要了一碗，意思一下。可以看到这边，大家喝完的酒呢，这个碗都往这里摔，然后我要了一碗。第一次呢是接酒，接完酒之后呢，我们往这里走。接完酒之后呢？就是要手举过头。第三次呢，希望心中默念，要许个愿。第四次呢，就是喝酒，然后喝完酒之后呢，就用力往这个瓦堆里面去甩。我要喝了啊！使劲！喝完酒啥都有。我们摔完酒了，然后进到永兴坊里面来看一下，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吃的。前面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网红打卡地，陕北的这个煎饼。这是什么面糊啊？荞麦面糊。这就是一整套。这个呢是酥油，
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这个酥油呢，喝起来就是花椒味很浓，很浓的花椒味，很香。然后它就是面糊吧，里面呢有一些胡椒粒，然后有一些孜然的味道，有一些香料的味道，大概就这样。这是一个面糊茶，叫酥油。接下来我们尝一下那个煎饼，先来尝一下这个紫肠煎饼。我加的这个呢，一看就知道是韭菜鸡蛋，看得出来就是韭菜鸡蛋。然后沾这个酱，沾这个辣酱，然后一口把它吃掉。我尝一下，嗯，这个味道很一般，就是这个沾酱啊，调味还不错。这个煎饼呢，就是沾了这个酱呢，就会特别好吃。单吃这个煎饼呢，是没有什么味道的。这个煎饼的饼皮呢，是很软糯的，非常非常的软，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软。那里面的馅料呢，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就只靠这个沾酱来提它的味道。所以下次来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，看你是不是要吃这套35块，我觉得尝一下鲜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叫我再吃呢，我不会。下次来会不会再尝？我不会。这永兴坊里面呢，还是蛮大的。这边有一家卖麻花的。
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请帮我订阅、点赞以及分享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